这个铁憨憨了。从最初刚爆料时的高人气，到如今被各种复刻和新英雄背刺，这才多久啊？我甚至看到有人说他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五星了，你敢信？哎呀，阿贝多终于是在雪山上站起来了，是吧？那大家准备抽的呢，扣一啊，攒原石的扣二，让我看看这个比例。老样子啊，我今天抽呢，还是以为大家测试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玄学方式为主，也不是要打脸或者锤谁啊，就是想给大家实验一下。毕竟啊，我觉得总归是很想抽一个角色的时候才会去看这些玄学的方法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在尝试之前可以先看看我这条视频，就当做一个参考吧。那么所谓的玄学呢，就是去三个吸引他的地方，天守阁、花剑板和八重堂。我给每个地方准备了40抽，我们来看看伊豆究竟最喜欢哪一个地方。首先啊，我们要去这个天守阁，角色上我们要带上一个9条，再带上一个雷神吧，毕竟是要跟他决斗的嘛。啊，我竟然有点小紧张。那么之前是这个胡桃的池子嘛，已经有40发，应该是差不多垫在里面了，所以再有40，我就再抽40发。如果40发才出的话，那就是保底。有点紧张。移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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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也不是。帮我记一下数啊，10发，第一个10发，移动，移动，移动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刚刚是20发了，对吧？现在是第30发。移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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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也不是啊。那现在应该就是这个小保底了喽。小保底，哎，小保底，毫无疑问，它出肯定是移动，好吧？没有什么悬念，这个地方是不会歪的，你们看好，我对他有信心。这地方不行，果然他不想见到这个9条，他不想看到他。现在我们去花剑板，然后我们要换个人，真的换个那个萧公，把9条给换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的话，萧公也有了啊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吧，就在这儿吧。然后开始抽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个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和场景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先垫10个，我还没来得及准备呢，他就告诉我不可能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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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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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？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毕竟保底啊？这不可能，这不科学。移动，移动，移动！我叫你爷爷了啊，移动！五郎都来了呀，啊，女装大佬呀！哎，好了好了，继续抽移动啊，继续抽移动。来来来，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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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惊喜！30发了吧，是吧？又来了一个五郎，移动移动，你在哪里哟？移动，40发了，又来了一个五郎啊！全是五郎，我要这么多的五郎做什么呀？五郎呀！不行不行，这里也不行。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爱啊，都是骗人的。好啦，接下去我们去八重堂吧。哎呀，萧公你也不行啊，萧公萧公不可以。五郎五郎你可以，五郎五郎我爱你。看五郎的尾巴呀。好了，我们要在八重堂门口找可爱的希娜小姐姐，其实是我们的五郎大哥哥啊，五郎小姐姐一起玩耍了。然后看看啊，我觉得五郎才是真爱。那么可爱，当然是男孩子啦，对不对？同样还是40发啊，只要不到大保底，说明这个地方就有救。10发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发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你看看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啊？
果然五郎才是真爱啊。又来一个五郎，我抽我自己的感觉真妙不可言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，真是不容易啊，我这五郎感觉都快满命了呀。这样啊，我现在抽出来了，然后我也测出来了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他这个希娜小姐姐才是他的真爱，对吧？五郎才是真爱，所以呢我们就用五郎继续在这个地方抽，如果能不进保底抽出来，说明这个地方就是玄学最好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正好呢我也是觉得一命会比较好一点，所以呢我就继续给大家抽一下。来，我跟你们讲，就是有五郎，我的五郎快满了。你看这个地方真的能抽出拿五郎，能抽出很多的五郎。我觉得也不用多冲，就这一个六四八就能结束战斗了。你们信我啊，一个六四八绝对没有问题，全部换掉，绝对必出，你们信吗？啊！哇，你们看看，两个五郎有没有？看，你们要抽五郎的小伙伴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，因为这是他的这个本命之地啊，本命之地，来这个地方抽自己。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伊豆也是非常有缘分的，然后一定会出来的，你们看好了，又一个五郎，看到没有？这短短多少几发呀，就这么多五郎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数，你们数一下啊。最后一个，看看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出剑啊！什么鬼？辣眼睛！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一个一个抽，没关系。我们应该可以换的吧？来来，哎，又一个五郎！哇，这个地方真的适合抽五郎，哇！我觉得哎来了，这个必须是伊豆啊，不管他是不是进保底了，但他不抽了啊，不抽了，网上玄学都是骗人的哈，大家这个氪金有风险啊，氪金需谨慎，好吧，我把最后这一点用一个一个抽掉，不管抽不抽得出来，老娘我都不会再抽了，反正这些所谓的玄学啊，没有一个是靠谱的，大家千万不要相信。辛辛苦苦攒的原神啊、原石啊，辛辛苦苦啊，我说的不会话了，辛辛苦苦攒的原石，千万不要啊被他们忽悠，浪费在这种不值得的地方，好吧？听我一句话，你们不然会后悔的。哎，不对，我还有这什么破地方呀？啊！不是，真的是，哎，有一说一啊，如果想抽五郎还是可以来试一下的，但是我觉得你为了个四星英雄来这儿抽，成本有点高啊，哈，也不是非常有必要，所以你们看吧，要不要抽？反正我现在是不相信玄学了，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玄学方法，记得推荐给我，我可以去帮你们试试水啊。